亲爱的，你今天为什么一直戴着眼镜啊？我眼睛受伤了。啊？我看看。哎，你这怎么弄的呀？有一个女同事长得特别漂亮，我今天没控制住，摸了一下她的屁股，她就给了我一拳。那边呢？后来这个事儿被我老婆知道了。所以吧，我今天找你来，我是合计咱俩以后别联系了。玩我玩够了是吗？渣男。姐夫，有钱没？借我2000。有，但是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一会儿我们俩玩一个模仿游戏，如果你全能模仿上来，就答应你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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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